OK，How are you, my friend？ 我跟你说什么？一样很好笑的东西。我没说，我才笑了。为什么？你们看到我现在擦口红，我平时出去没有擦口红的，拍照片吹擦的，就是普通出去画条眉比较帅。咁啊，然后有一次呢，我出去了，听到旁边有一对夫妻走到旁边，他跟他老婆子，他就说：“你看，你查到啊，好像啊，动物园的发发屁股这样，那人家查了没啊，就好看了。”嗯，笑了我就不得，哎呀，笑死。还有一个笑话，我经常我要踩单车的，没为什么保持得不错哈。我去踩单车，因为我有一次呢，我带这个背囊，后面很多东西，那么前面载很多货，后面又有超市嘛，载很多货，就变成扛起来，像什么？不行，我说，我当我踩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个人就说：“你看看什么？这里有一个三峰骆驼，你看过吗？”我然后说什么会是三峰骆驼？哦，你看到自己啊，原来他是像我，你觉得好不好笑？OK， 我不浪费时间了。跟你们说什么？所以我们呢，有的时候呢，不行，我以前发明的东西不好，因为我们跟科学家跟那个社会也是一样，不懂进步的。追求你们很玩球啊，就比如说很想我发明的更好用的，所以变成呢我也是那种东西的。不行，我以前的视频骗人家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发明的东西就慢慢都挤出来，还有自己慢慢好像人家是科学家一步一步出来，就是因为我的发明呢，就是慢慢进步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看到我台上是什么，你怎么厉害？我是傻逼服的。为什么傻逼服呢？因为傻逼服呢，我对你说，还有我发明一种胶囊药，傻逼服的胶囊药啦。还有我最近有做视频给你看看，你有没有留意？因为我的视频呢，告诉你，一逼服很厉害的，蛮难的，很难对付的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不可以用一种方法，有很多种方法令到他受不了自然。所以我厨房，因为我改了很多的方法送下去，没有听到蝙蝠声音了。还有各种，我觉得蛮管用的。为什么？我将那种胶囊药呢，把个盘子装住了，然后用个膏子，比较厚的盖子，我觉得比较好，摸干净倒出来。你厚厚的，量性很大的，有个视频你留意看啊。咁啊，我放个盘子里面，还有我不记得给你，我给你上面不妨放一份一张普通的纸，唔好记得个范围怎么大 ，OK 噶。咁啊，放在冰橱的底啦，杯的底啦，小盘也可以，大盘也可以，因为令到它的味道完全挥发出来，比冰橱更好，因为冰橱他们好喜欢做冰橱的。因为可能冰橱的底有液的，那蝙蝠很喜欢液的地方，所以你看冷的地方看不到蝙蝠的，就是从液带可以看到蝙蝠的。所以我就觉得也蛮成功了，就是我觉得自从我用很多方法了，不行我的方法那个不好，只不过你看我的视频也迟啊，就是自己慢慢累积出来，慢慢 design， 慢慢想，慢慢好像我们喜欢发明的东西就是那种好呢，那种最好呢，就令到自己用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有没有看到我手上的东西就刚刚发明，应该发明很久一下，但是刚刚发明什么用？因为什么我不怕告诉你那种东西，那两个指甲油指甲油什么用处呢？就是用来那个就是电线那个就是衣架，这个就是削东西的那东西，就怎么用好？
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会有那种反应呢？因为我觉得呢，你看那个像什么？像那种好像一只鸟，壁虎很怕鸟的，我知道的。有没有烧力呢？我觉得有一点帮助啦。因为你用取壁虎呢，我们不可以用一种方法，用很多方法。所以我厨房里面呢，因为他最喜欢藏在厨房里面，为什么？有东西给他吃，不一定吃蚊子的。现在那壁虎很厉害的，不吃蚊子的，因为主家很怕有那种蚊啦，鸡卡蚊子啦，所以反而我们居家没有蚊子给他吃，他吃什么？当年找我们人类的吃木啦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下，不是壁虎一定要吃蚊子，因为现在对蚊子，家里很神说去到他没有了，他哪里东西去了，所以就吃我们家里的东西。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，好像你们呢放的什么在台一度呢，水果也好啦，面包啊什么都好，他什么都吃了。我妈对你说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蜜糖啊，甜的东西啊，我听你们的哈。我就发觉他最喜欢吃甜的东西。我有一次呢，有个甜的糖的或者蜜糖的一个杯盖住放在里面，原来有条壁虎跳进去个杯里面，跳不到出来，吓到我一命。后来我叫人家帮我调料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提你那种东西啊？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我的性格，因为我常常在家里很空闲嘛，什么对自己做，留意所有的环境啊，什么什么，所以变成壁虎最怕什么了？所以你说不行，我的方法不好，所以你要用多几个方法来提自己。比如说那个不好，我们就改一下。好像那个什么，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怎么做？以前我做过羽毛球，我也做给你。但是那种呢，我也做给你看，怎么做给你看呢？就是用个椅子，就那种。因为我怎么做给你看很难说的，你自己扣丝上，可以丢起来就 OK 了，玩着一边哈。还有怎么做那个羽毛球啊？你看那个球，这里很硬的。然后呢，睇一啲呢个，咁啊，将一个一个就是不是羽毛球咧，另一个第三，一个就乒乓波球。咁啊，然后咧拿个指甲油，嗱，比如说我首先咧拿个指甲油，将它揉了咗之后咧，揉到一个圆圈咗之后咧，又烧红一个热嘅东西。两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将一条粉变色，你喜欢什么型都可以啦。咁样插它进去里面，然后将它揉成一个，我们挂一边呢，即系好像一直你望住啲壁虎，可以帮助到整石。我觉得应该有帮助，因为我的厨房现在真的听不到壁虎的声音。不是我第一个方法不好，令到你们很失望。只要我告诉你们东西，做任何东西，我们放多很多方法上去 try 一下。好像有的壁虎可能不怕，结果呢？而且有的壁虎不怕，这样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放很多种在里面，所以减得最低。所以我家里，尤其是厨房。没有听到壁虎的声音呢，所以我觉得很成功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用来参考一下我的方法啦。OK， 谢谢你哦。